三立台剧《金家好媳妇》多组配对有不同的感情发展，其中燕君芷琳这组 CP 最为坎坷，大量的错过以及误会，还有切断两人感情的杀手阵线联盟。好，事情太不单纯，错综复杂。先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的错过娓娓道来。没什么看化妆品啊，丽颖小美，我等过一下。啊，不过平常洗了就会脏。啊？啊？哦。没结果，纯纯的爱，到了长大碰面后，竟然还是纯纯的爱。彼此的心意，经过了多少猜测，才真正走在一起？芷琳应该被好办呐、啊，平常也来喂。时间影响我，唔知燕君咁高调讲分带我。金燕君，我想看不起，就是你做个性啦！你别听我没讲，我对芷琳是真心的。万苦说出心意后，甜蜜没多久，燕玲 CP 杀手阵线联盟一个个开始出招。首先，芷琳妈妈，乡民俗称的贝蒂妈，为了要让老公远离正妻，硬生生说两人是同父异母亲兄妹。芷琳，你怎么样？你是怎么想？我要搞搞你报警先，我自己在做吧，这是我房。小芳的吗？芷琳，你完了没事给我，我一定陪着你辛苦病，只是以前人的方式，以后我的成就对信用跟信用应赶快把你对待我。不会，我不会这块小狗。燕玲 CP 一个转眼变成有血缘的家人，热恋的天堂立马坠落到伦理挣扎的地狱。没有时差的折磨，终于有了一线曙光。关达偷听到两人其实非亲兄妹，但是编剧默默地把他编列到燕玲 CP 杀手阵线联盟里啦。芷琳，等一下，下段没得走，你敢不知啊？我还保不赢，你敢不知啊？我是用尽全力去保赢的。我要说你别再讲啊，恨了不？我连朋友都做不成啊！妈，我即马先慎重提醒你哦，你千万莫让高万堂变小气哦，伊对咱好拢是有目的的。这我知影啊，伊就是想要用你啊。哦，燕玲 CP 各自行情超热销，但燕君魅力无穷，个性好，颜值高，身材又是令人想吃的口水鸡。Oh my god， 谁能不爱？
儿时同伴应信暗恋这位男神已久，常常在燕宁 CP 中作梗，总在关键时刻冒出来干扰。赵应信啊，赵应信，你别再笑想啊，还是赶紧离开啦。燕君是不爱来，还是阿伯来，还是已经来啊？无看到我就离开啊！查理丢燕君什么重量？陈世军，王查理，燕君。应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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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心！我欠你阿林多，我甘愿我爱情回报你，应心，应心，应心啊！应心跟车祸的组合成为完美破坏感情的最强武器。不过提到最强，以上三位拆散燕宁 CP 的联盟伙伴都比不上终极恶妈方婉菲。子霖，子霖，进来救我！进来救我！我会好，我会把燕君还给你。别再哭了，从现在开始，陈子霖的意外消息在这个世界上了，不用一切，大家都在等你回来完成婚礼。燕宁 CP 杀手阵线联盟四位魔王一次到位，完全摧毁了一段原本可以幸福长久的爱情。目前芷琳生命沉迷，扑朔迷离的计中计何时能拨云见日呢？完全娱乐，芷琳，爱得那么累，干脆不要爱了啦，妈整理报道。